好，我们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这是加针的部分，我们把加针的这边这两针呢也都给它勾成这个长针就可以了。那到了这个部分的话，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钩织的是这个部分啊，钩织到这个后片，我把这个呢当成后面的部分。那现在已经钩后片的一半了，到了肩部这个位置了。那我这个要甩开袖子，我现在要加上六针或者是八针就可以了。现在我是钩织了三针小辫针了，再钩织四针、五针、六针，然后七针、八针。那我加了八针的这个小辫针，加完之后呢，我就直接绕线，在加针的这个洞的左边开始进针，钩织一针长针，然后再绕线，就一直都是钩织长针。这样呢，我就把这个袖子这一块呢，我就分开了。如果大家感觉袖子宽呢，我们可以加六针或者是更少一些都没问题。这是这个问题，最多呢我们可以加到十针，我感觉八针就可以了。那下面我们再往下来钩织，再往下钩织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直接的钩织一圈这个长针。那现在我要钩织的这一块呢应该是前片，那这到这个位置，这是前片的位置。那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，我再把这边这个袖呢给它甩出来不勾，那就是这样给它连接就可以了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先把前片的这些针呢我们给它钩织完成。那我现在钩织到这个加针的部分了，那这个洞的右边这两针呢，我要给它钩成长针。好，那这边钩织完成了，我们把这个袖子呢也给它甩开，那我这个也要加八针的锁针。好，八针加完之后呢，我这样给它做连接，也是先绕线，在这个洞的左边开始钩织长针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然后我们把这个这边呢，这边就到了后片的位置了。我们把后片的这几针钩织完成，也是钩织到小辫针的这个位置。我们这一针呢拿下来，再钩织一针长针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拿下来之后呢，因为我们底下的裙摆是圈钩的，所以我要这样给它连接上。那连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直接的连接在第一针上就可以了，对针上。那我这样做一个连接，是这样把线勾过来，然后再勾一下，然后这样呢就连接完成了。我再勾三个小辫针，
那现在我要勾一圈的不加不减的这个长针就可以了。那钩织的方法呢，和我们之前的钩织方法是一样的。钩织完这一圈呢，我们下一圈就要讲解花型的钩织方法了。好，我们钩织到这个位置，我们现在也是正常的来钩织，只是呢，我们进针的时候呢，是在我们钩的这个小辫针上来进针，钩长针，在这小辫针里进针就可以了，钩长针。我们这个腋下呢，我这个是一共是加了8针。所以我要给它勾出8针长针来。然后好了，我们现在还是往下来钩织，钩织长针。我们这一圈呢是不加针，也不减针，勾一圈这样的长针。以后呢，我们在钩织的时候都是圈钩了，不用再反过来钩织了。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一直来钩织，钩织到这边这个腋窝下面的这8针之后呢，我们也要钩出8针的长针，然后一直钩，钩到我们后片开襟的这个位置停下来。好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裙摆的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我们做一个引拔连接。那引拔针这一针呢，要在哪里进针呢？在，就是钩这一圈第一针，长针的对应的针目里进针，把线勾过来，这样就是一针的，引拔针。这样呢，我们裙摆的第一圈就完成了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这边呢就是后面的部分，到最后呢我会在这里勾一个边儿，然后钉上扣子，这是后面，然后前面就是这样的。现在我们开始钩织裙摆的花型部分，也就是从第二圈开始钩织花型。那我们这个裙摆的第二圈呢？和以后的每一圈都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这一圈要勾出渔网针，那渔网针的钩织方法是这样的：首先，我们先勾4针的小辫针，这样的4针小辫针钩织完成之后呢，我们看一下下面的针目，是一个个的小辫子，我们隔一个小辫子，从下一个小辫子里进针。钩织一针短针，那现在钩出来的这一针呢，我们就叫渔网针。那现在我们再钩织4针的锁针，从隔一个小辫针，从下一个小辫针里进针，钩织短针。那这样呢，我们这样的一个形状呢，像渔网。那这一针呢，我就叫渔网针。下面我按照这个方法呢，一直来钩，钩4针锁针，隔一个小辫针，在下一个小辫针里进针，钩织一针短针。我们其实每一排的这个花型呢，都是不断的重复来钩织的。那这一圈呢，我们就是。钩这样一圈的渔网针，
但是在钩织渔网针的时候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，我们这个渔网针的个数是有要求的，个数呢必须是偶数个渔网。如果我们到最后呢不是偶数个，那我们下面在钩织下面的花型的时候呢，可能就不是很美观了。所以我们要保证它是双数个渔网针。如果到了最后，我们剩两针，我们可以一下隔两针给它调换一下，啊，让它是偶数个渔网针就行了。好，我就按照呢这个方法往下来钩织，大家也一块儿来往下钩织。钩织到最后位置的时候呢，可以先数一下是不是渔网针，我们再做首尾的这样一个连接。那我们知道这个位置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数一下这个渔网针，现在一共是织了多少个渔网针了。如果是这个奇数个渔网针呢，我们可以呢，就是这边如果留得多的话，就钩三个或者是钩一个。那如果我们是偶数这个渔网针呢，我们就再钩两个渔网针就可以了，因为我这个是偶数，那我就再钩两个渔网针。那钩两个的话是这样的，我这刚好是能分开。如果大家钩到这个位置是奇数的话呢，我们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拆这么几个。然后这边呢是隔两针，然后钩一针短针，或者是隔一针钩一针短针，只要平均分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没有说是一定要隔一针的。那我们前面是隔了一针，那我们这个最后呢，假如说这个针数不够了，或者是多了，如果多的话呢，我们就隔这个，隔两针；如果少了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的这样勾过来就可以了。但是这是这个，大家注意调节一下。那到了最后这个渔网针呢，我是这样来勾的：首先要勾两针的锁针绕线。那我绕线的时候是在第一个渔网针的。这个根部进针的啊，进一针，然后勾过来勾一针，中长针。那中长针的钩织方法就是三针直接并一针，这样来勾。这是一针中长针。好，那下面我们来钩织第三圈的花型。那第三圈的花型是这样的，首先我们先勾三针的。锁针作为起立针，然后再勾一针。那这一针呢？那在勾这一针之前呢，我们的三针，第三针上要做一个记号。那第三针要做一个记号。那这一针呢，我们在下面的时候呢，要做这个引拔连接的。所以在勾第三针锁针的时候，做一针记号就可以了。然后再勾一针锁针，那这一针锁针大家不要管它，我们绕线。那钩织完成之后，这一针锁针我们绕线，在第一个洞里面呢，我们勾出七针长针来，啊，一针、两针、三针、四针、五针。六针、七针，那钩织完七针之后，我们要勾一针的锁针，也叫小辫针，绕线。那在下一个渔网针里直接进针，勾一针长针。勾完一针长针之后呢，我们再勾一针锁针。我们再勾一针锁针，那绕线，那在下一个渔网针里勾七针长针，一针、两针，绕线，三针、四针、
五针、六针，好，七针。那这七针也钩织完成了。下面呢，我们七针钩织完成之后，再钩一针锁针，绕线从下一个渔网针里钩一针长针就可以了。那钩完这一针长针之后，再钩一针锁针，啊，绕线再从下一个里面钩七针长针。我们就是这样不断的交替来钩织的。在钩织的过程当中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，我们在钩织长针的时候呢，手松的朋友，我们会把这个长针呢勾得很长，就是把这个线圈呢拉大一些，这样来勾。我感觉这样勾出来的花型呢比较好看。那如果我们手紧的朋友呢，在钩织的时候呢，也学着手松一些，直接勾过来，这样把这个线圈抻长一些，这样的长针就会变长。好，七针钩织完成之后，钩一针锁针，绕线从下一个里面钩织一针长针，再钩织一针锁针，绕线，再从下一个里面呢钩七针长针。好，七针钩织完成之后，钩一针锁针，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法呢，不断的来重复。那一个渔网针里钩了七针长针，那下面一个渔网针里钩一针长针，七针长针，一针长针。那这一针长针和两个七针长针中间呢，是有两个这个，分别由一个锁针来隔开的。那我们就根据这个来钩织，下面就一直不断的重复。我们把这一圈钩织完成。好，现在我们钩完七针之后，我们再钩一针锁针。我们要在小别针的这一针里进针，可以先拿下来。拿下来之后，我们在这一针里进针，钩一针锁针就可以了。这样呢，我们花边的第三排就钩织完成了，这个样子的。那下面我们开始钩织第四排。那第四排的钩织方法呢，和我们前几排的钩织方法都是不一样的。那下面我们来钩织。好，首先开始的地方，我们先钩织三针起立针。钩织完三针起立针之后，我们再钩织两针锁针。钩织完之后，我们钩一针长针，在引拔穿过的这个洞里进针就可以了。钩织出一针长针来，这样的。那钩织完长针之后，我们再钩织一针锁针，绕线。那大家看，我现在是七针，那在七针从这里开始数，一针、两针，从第三针里进针。进针之前先绕线，从第三针里进针，钩织一针长针，然后再绕线，从第四针里进针。钩织一针长针，再绕线，从第五针里钩织一针长针，也就是在七针的中间这三针呢，分别钩出一针长针就可以了。然后再钩织一针锁针，绕线。那我就在这一针上面来钩织一针长针，然后再钩织两针锁针，绕线。在也是在这个洞里进针，
钩织一针长针，这样呢，这个我们就钩织完成了。现在这个图形呢，就是一个三角形。然后钩织完三角形之后，我们再钩织一针锁针绕线，又到了七针的地方，我们还是在中间这三针。分别勾出三针的长针，好，然后再勾一针锁针。那三针长针钩织完成之后，勾一针锁针绕线，再从这一个长针里面钩织这样的一个三角形，一针长针，两针的锁针，再勾一针长针。那这样就钩织完成一针一个三角形，钩织完成之后再钩一针锁针，再按照之前的方法来钩织，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法来重复的，钩织完这一圈儿，钩织一针锁针绕线，钩织一个三角形，两针锁针，一个长针。要锁针，在中间钩织三针长针。好，我们到了最后位置的时候呢，我直接在这个三角形里进针就可以了，勾出一针，引拔针。那这样呢，我这个花边的第四排就完成了。那现在我开始钩织花边的第五排。那花边第五排其实和我们这个第二排是一样的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开始往下织，先钩三针锁针，然后从这个洞里面进针。钩七针的，长针就可以了。两针、三针、四针、五针、六针、七针。那七针钩织完成之后，钩一针锁针。那在这个中间。这三针中间位置的这一针呢，钩织一针长针，钩织之前呢绕线，进针，这样的，然后再钩织一针锁针绕线，从这个三角里面再钩出七针的长针。好，七针钩织完成之后，钩一针锁针绕线，从三针中间的位置进针，钩一针长针，再钩一针锁针绕线，那再从三角形里钩织七针长针。其实我们钩织的方法是一样的，只是我们第二排的这个花型呢，进针的时候是在渔网针里进针的。那这个呢，是在这个倒三角形里进针的。好，钩织一针锁针绕线，在下边三针中间的这一针进针，钩织一针长针，再钩织一针锁针。好，我们就按这个方法把这一排织完。好，我们钩织到最后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再钩一针长针。再钩一针小边针，这样的。然后在进针的时候呢，首尾连接呢，我们是在这一针长针对应的小边针里进针，钩出一针的这个引拔针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往下钩织，也就是钩织第三排有三角形的这一排了。
那有三角形的这一排怎么勾呢？其实我们有三角形这一排呢，是在七针中间勾了三针，那我就在这边呢，再把这个线呢，进针之后，因为这是第二针嘛，那不是在第二针上勾，我们是在第三针上勾，所以从第二针上呢，做这样一个引拔，然后是这样的，然后从第三、第四、第五针上来勾就可以了。这三针，那从这里一针直接进来，再勾一针引拔，也就是说呢，让这个线呢是在第三个长针对应的针目上就可以了。这样的，然后我再勾织一针的起立针。那这一针呢，我这个裙子的起立针、第一针都不算一个针数，那我直接在引拔的这里边再勾一针长针。那如果大家记不清楚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在这一针长针对应的小辫针里做一个记号，然后下面勾一针，再勾一针长针，这是第二针，再从下边一个里面勾一针，那这就是第三针了。那这样就勾完了。那下面呢，我勾一针这个小辫针，然后绕线，在单独的这一针对应的针目里勾一个三角形。一二三，那从第三针里进针勾长针，第四针里勾一针长针绕线，第五针里勾一针长针，那是这样的。那下面呢，我再勾一针锁针。好，然后又该勾一个三角形了。三角形是先勾一针长针，勾两针锁针绕线，还是从这里进来勾一针长针。是这样的，这三